呢一科其實都好廣泛嘅，包括咧會學一啲平面上面嘅嘢啦，例如網頁嘅設計啦，啲動畫嘅設計，另外亦都會拍亞片嘅。除咗課堂學到嘅內容之外咧，我哋都會參加好多拍片嘅 workshop 啦，同埋有 internship 嘅機會啦。咁因為我自己冇咩拍片嘅經驗嘅，對於一個新手嚟講咧，可以由零開始拍到有一條片咧，已經好有成功感嘅。如果你係真係中意 media 呢樣嘢而未揾到自己真正嘅方向咧，都可以選擇呢一科去接觸唔同地方最 basic 嘅嘢，然後先至產生呢個興趣都可以嘅。呢一科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，就係我所做嘅 project 咧，唔淨係對住電腦咁簡單嘅，例如訪問人啦，跳出呢個課室，真係好玩好多咯。快啲報啦！